梅香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恩必胜公务员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不免客气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，咱拢会当利用啦吼。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假期快乐，周末快乐吼。啊，拜六搁有他人生啦吼，也是讲要倒来讲伊啦吼。啊，开港破刀啦，还是要回来讲的，到做一些吼，义工、志工，还是要回来啊。咱的晚上6:30到9:30的这个共修课啦吼，也是蛮不错的啦。今天早上好早就有2-3位的师姐，还有咱基隆的师姐，昨天晚上就回来住了吼。真感恩啦吼，很喜欢。他说这个地方吼。啊，都市带了新啊，然后来增加，真正有无同款的风味啦吼。来一段半点禅。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宿半禅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痴半愚半圣贤，半人半魔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半宿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宿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来听这段，听完接一通电话，然后台南的电话，咱台南的赖师兄，谢谢你啦，感恩啦吼。伊讲梅香老师吼，现场听你讲课，嚯！很好呢，我说为什么说很好啊？就是现场听，我觉得吼真过瘾啊呢！哇，过瘾，你就多带一挂来啊，多带一挂朋友来。伊讲吼，能开玩笑的是适当的吼，但是讲话吼啊，伊讲梅香老师在讲话吼，很有分寸的吼啊，在解说会解说的很好，会让人家听起来吼。真的说啊，来这一趟哦，没有白来啦哈。虽然远一点啦哈，台南是无偌远啦，咱北部的家人的嘛是有啊吼，啊嘛甲咱暖暖区的谢师兄啦，因一大丁，即个所有的好朋友，台北的好多的同道多亲啦吼，真的都很感恩啦吼。
真感恩，要感恩的代志足济啊吼。即马要讲即个三十三天地外吼，三十三天地外就是咧讲，咱有诶讲吼，不记得前生吼，咱拢未记，咱前世人咱拢未记，咱做啥拢未记咧，真正是因为咱有啉明波汤吗？吼，伫中国民间诶传说啦吼，讲人伫投胎进前。一定要啉了这个明波汤，伊就会袂记哩过去的种种，重新进入了轮回，吼，以一个崭新的生命形式过来出现，应该是啦。我是我若同感，讲啉明波汤，我办法袂记哩。吼，如果咱前世人做足侪歹代志，定记条条，安尼呢，咱嘛无好过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算是嘛慈悲啦吼，要来予咱出世的时阵，搁咱啉一下明波汤嘞，吼，就忘记过去的种种，重新回入，吼，重新来进入了吼，啊，轮回，做一个崭新的生命，吼。那么呢，如果有轮回，人为什么不记得前世的事呢？如果前世是畜生道，今生好不容易，吼，人讲吼。追满得生人的这个，吼、哦、得生人道的时阵，吼、哦、一定会一心向善的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太有个人，咱嘛是感觉安尼骂呢。哦，你这人，吼、哦、人是人，啊，但是是做人的精神，吼、哦、你比精神，佫较无成人。意思来讲吼，应该那食啉明波水啊吼。哦应该是大家拢向善的较侪咧，啊，头我那迄种吼太老爸，嘛迄种太母的，啊嘛迄种吼太啥女朋友的，啊那女朋友讲真过分，定定去甲提钱，伊规日倒甲奄奄啊死吼，这过去世伊应该是嘛做真多的业啦，吼，啊无伊那会做种精神的行为，太人呢，还唔是讲太啥呢，太人了，吼，安尼。因女朋友一直造伊地狱，啊，嘛是同款要甲抬到死为止。吼、哦，如果啦有轮回，人为什么不记得前世的事呢？吼、哦，那轮回了，又没办法记得前世你做了什么事。如果前世你是畜生，你今生好不容易，吼、哦，才来到人道，你为什么不造善业，你要造恶业呢？吼、哦。为什么你唔做善业，你要搁做恶业咧？所以足侪人同你讲吼，讲如果咱生在东代的时阵，唐代，为什么生在唐代会比较好吗？哦，如果我生在宋代，嗨，阿妈讲未歹。那说什么时候？好、哦，我们道教多么的繁荣，唐王尊崇老子为太上道祖，好、哦，尊崇自己的祖先呢、啊。尊崇老子就像尊崇自己的祖先。如果我生在某个时代，譬如啦，讲近代就好，迄个时阵有积德，吼，也是讲德林七贤。吼，如果我生在三皇五帝啦，吼，如果我若生在三皇五帝的时阵，甚至于哈，我生在跟着老子相同的时代，我能见到老子有多好，汉民呐。哎，咱就唔好要求伤济啊！吼，即就咱咧含面咧，吼，你一定要出世伫个啥物时代，要去见到德林七贤，啊，是伫三皇五帝时代，你看会当互你去看到三皇五帝，吼，要无咱就生伫个老子的时代，吼，啊，会当去看到老子，吼，其实你忘了，你就是从前那个时代来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那里来的。所以讲吼，伫这个《太虚心篇》内底吼，都讲五行俱焦，五行俱调，禀受无私，源源大慧啦，明明真灵呢，时吼是时物不灵，明其恶正，定不灵，因以罪恶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就是讲这个定，就是咧讲灰尘啦，灰尘你没办法压住那个芽要生长出来。哦，你灰尘，它有可能讲灰尘薄薄安尼啊，啊，这个芽，伊就时间到的，就要布芽啊，伊就布的就起来，那有可能讲你的灰尘给压得下去？不可能啊！好、哦，识时务不能明其二种，
唇不能允于罪呀，那其境成名，盈然内观，我心无心，堪然外见呐吼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家己讲，不行不行，坦坦荡荡，坦坦荡荡，万虑归空，岂不乐乎呢？好，咱讲博主言志因是在哪里？是忘前失后了哈。咱人拢忘，未记哩头前，阿妈淡掉后边，单纯幽倦，好，咱拢是伫遮啦。好担，好担心咱的定势啦，哈，啊烦恼咱只六亲眷属啦，哈，贪着机事入。比三餐呐、啊，吼，自己干着为了三顿苦个妆啦，吼，居心百变，压制一面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规工拢总一个，一个，吼、哦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，但是居心百变，暗时啊咧困嘛是，迄个时阵，讲幽魂万境啊，好等候你迷茫，迷茫，互你看到啥物款的景，看到啥物款的景，连王母娘娘拢在面头前，互你看。好、哦，你讲的讲，持神于哈、哦、世欲之乡了，带领在烦恼之界了。哎呦，分割辟目了，因本失道了，意味的对失迷了，背了圣路。如是之者，真是堪叹呐！哈、哦，在咧讲咱这哈，哎，逐天呢哈。啊，拍舞跳舞嘞吼，啊，水酒甲啉落，就甲放安尼戆戆安尼吼，啊，叫做带领在烦恼之际吼、哦，云歌舞撇，云歌撇舞，迄个时阵你就袂记哩，你是啥啊啦？袂记哩你是啥？酒若搁啉落，梦落啊，袂记哩你是啥啊？咱会足容易发生代志，发生唔对的，拢是即个云歌撇舞，吼、哦。啊，引奔西道啦，吼、哦，伊就带咱去迄个使徒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吼、哦、迷了，吼、哦，你背了生路，如是之际，真是可叹。轮回之中呢，众生本即是道的一部分呐，吼、哦，和道是同体的，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，有贪婪，是人自身的迷障。让我们忘却了全生宇宙的发展有它自然的规划，也有它自然的规则。好、哦，各安其位嘛，像那讲各安其位，你不遵循它的变化次序，才能得其所在嘛。啊，所以讲咱今麦人是啊做干呢，我看今麦做人做爸爸妈妈也很辛苦，为了要教育小孩子。现在的小孩子很难教育，很聪明，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好、哦，啊，现在的女孩子，哈、哦，也很难教、哦，也不像以前的哈，啊、哦，人讲哈休假，哈、哦，啊，伫内底面，哈、哦，啊，有这查某囡仔咧跟随，即嘛无啦，即嘛那野马咧，哈、哦，只要时间若到，会晓开车，伊嘛开出去啦，会晓骑倒位，伊嘛骑出去，没有小姐以前的那么的一个，哈、哦。啊、哦，人讲安尼，哎呦，这小姐，你看嘛，拢伫内底面吼，啊，尖脚幼瘦安尼，即马大家我粗鲁过衫，吼、哦，咱个穿衫裤拢穿牛仔裤，搁甲加一空一空，迄下面遐，迄条脚头遐几啊空，后壁吼嘛搁几啊空安尼，啊，迄条布都明明都裤都好啊，是安尼，都爱甲加到遐大空安尼吼，安尼啊，看内底面白叔叔的肉。安尼蛮唔好呢吼，所以讲遵循变化就秩序，吼，咱要安怎看？但即马这个厝下都乱呢啊，吼，也有人会说了，既然神明有那么大的法力，而且有能力把我们带到清净世界的，吼，诸佛菩萨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不断轮回呢？吼，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呢？很哀。问这句话嘛，算有理啦吼。啊，到这清净的世界，这神拢会当带咱去啊。啊，清净的乐土，佛菩萨嘛会当带咱去啊。谁人啊帮咱在伫这个世间的不断的轮回，我们都没有自己吼，甲斤两吼称看看，你做了多少对的事，
你享受了多少不该享受的。其实我们祖师是主公一直在照贴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自己呢不相信，不愿意回头，也不愿意归顺。就像母亲呼唤自己的孩子，孩子总是不相信自己的母亲，然后呢就流连忘返，甚至于青春期叛逆离家出走一样，他在哪一刻把心给丢掉了，那个母亲把他捆起来，要把他绑起来，把他关在家里面，都没办法，拢无办法啦！你个白心白袂掉啦，你个白脚白会掉，白手白会掉，白野心白袂掉啦。所以讲法物不论，无根之草，大道不道，无缘之人啦。唔是人佛祖无行啦，嘛唔是人咱的三清道祖，咱的母娘无灵感，无会甲恁插啦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法物不论，无根之草。大都不得无缘之人啊，不是祖师没这个法力啊，是因为众生自己像盲人一样，干那青盲的，拢看袂到真正的道路，看袂到大路，看袂到光明大道，大家眼睛都遮蔽了，太阳永远都照耀着。有的人看到另一些失明的人就看不到嘛，那是因为太阳的缘故吗？无关系啊，太阳只要你目睭金的拢看会到啊，不过伊人一出世就目睭无啊，所以伊看袂到日头啊，迄就是伊的命啊，啊无变啊，太阳没有任何遮蔽啊，但是你不能看到是你的因果业力所产生的，也没有任何私心呐、啊，问题出在人身上。日头绝对无私心，问题你看袂到日头，是恁家己的问题。问题是发生在你心上顶管，是人自己失明了，所以需要做的是护明，擦亮自己的眼睛了哈。所以来讲，你如果像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，大象在哪里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是因为人自己的业障摸到了象鼻子。说是管制，摸到了象的身体就像墙，摸到了象的扇啊，的那个耳啊，就把大象啊，模拟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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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都不是，那不是大象的错，问题是在摸象的人身上。所以说世间并非无正法，世间并非无正法啊，只是因为人。被欲望捉住了，而不愿意回头，唉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上天给予咱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世人，拢有一届机会哦。予咱每一个人拢有一届机会，我们每一次都把它丢掉了，每一次都没有珍惜过它，就如同现世一样，我们依然没有珍惜现在。现在花花世界的娑婆世界，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，去让这样，再来是战争的时代，你会感觉说，我在现在这个太平的时代活十年，我都不愿在那个时候活五十年，为什么？第一人没人吃，第二人就要和人去战争，第三被红公和，也要怕死，然后呢，我就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活二十年了，我就有够本了。啊，像以前那种时代，你活一百年，恐惊一百年，没通吃，吃又吃歹，医生也同样，都没什么说有特效药，那个时代你还吃一百岁，也是这样而已，长寿有什么路用，对吧？咱现在这种孩子，不怪他会短寿，因为他自细汉包养猪啊，开始吃牛奶，开始，伊一天所用的费用，都已经把伊的福报，拢三四十岁就给用了了啊，有十外岁就给用了了啊，哈，用了伤好啦，好食了伤好，安尼福报就全部用完了。哎，阿公啊，阿妈啊，吼，食到九十外岁、七十外岁、八十外岁，迄种的遐啊，迄都平常时也无啥物的使用者吼。咱讲足尊贵的物件，所以他的福报还没用完呢。如同现世一样啦，
哦，不是没有正法，正法一直都在，不是没有祖师，祖师的心一直都在发光发亮，是你自己不愿意，就是此刻此时，就是住世的三人啊，你愿意把一些东西丢掉，把一个恩爱情仇放下，去追寻正法吗？有多少个愿意？甲你的，我都讲世间有三关袂当过，第一关是感情关，第二关就是儿女关，就是囝儿事事吼，即种啊六亲关系啊这，第三关就是贞观吼，这呢这三项你拢无在单调，你都唔能埋怨啦。哦、不是祖师的问题、哦、是你们自身的问题，不是太阳的问题，也不是月亮的问题，是自己不认识自己，是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、哦、道的本意就是觉者，对这个梦里面呢彻底给醒过来，其实在梦中遭受到种种苦跟乐都是虚幻的，但是你会被这个梦境所控制，感觉真实恐惧跟痛苦，哦，迄有诶来，哦，我当时爱去倒，我看到啥物，看到对准，看到对准，看啥都看啥，我讲啊，看看咧，有甲烂咧无？唔得，有看到了，你都唔通甲，你都唔好放，唔好放伊，放伊走啊！对我，你他拄好有看到母牛，我母牛甲烂咧，咱卖互走，安尼。啊，若干那安尼影到，你就甲当作母牛，反正是幻觉。反正就幻听，所以说主要一种方式就是你自己首先要有愿力，愿意回头，一回头的时候，咱祖师的光就会照进来的，这个时候你的信仰就树立起来了，会得到祖师的加持，而且越修越坚定，感应越来越大，自己去行动，自己去做，才能感知这个慈悲。如此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所以道法实现在咱人间呐，是第一对，又是要叫你彻底讲，好好精神啊，莫阁含眠啊，赶快醒过来吧，醒过来吧，不要常常在做梦。不要含眠，你所经历的痛苦、快乐和烦恼都如梦一样，梦不肯醒过来是人自身的迷障，决定的世间并非无法正法，并非无正法，只是因为人被欲望遮蔽而不能回头。有力不？有力啊，有力的爱个安娜。努力就是爱甲听落去啦。慈悲的菩萨，你是我心中的灯，用慈悲普度这众生。慈悲的菩萨，你是我心中的灯，我愿为你歌唱一生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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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哎，然后有时阵啊，会拢会一挂道亲拢会问哦，和尚师姐，我安尼行行行修修修吼，啊修二十外年呢，我那无比你较短时间啊呢，我讲啊，你去学着啥，唔着换你甲我讲吼，你伫这二十外年你得到是啥物吼？啊，你的愿力是什么？啊，你的好觉醒是什么？你现在？觉得你修行是修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安尼，我甲伊问伊，从我嘴开开，伊讲无咧，我都拢人啊招我去对，我就去；啊人啊招我去拜，我就拜。吼安尼哦，吼安尼，你的春秋大梦还很远咧吼，安尼阿袂咧吼，就是咱的梦唔肯醒过来，
是咱人心的迷障。哈、哦，为什么说你的梦不肯醒过来？是因为你的迷障决定你的一生。世间并非无正法，只是因为人被欲望遮蔽。哈、哦，修道就是讲要清心素大梦。你既然要修炼，就是要醒，哈、哦，生死大梦，让你修一个清净心。哦，《道经》言呐、啊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系皆归嘛。修道就是唤醒梦中人。当你的梦醒过来后，就彻底哈、哦、朗然大觉了，成道。好、哦，成道的啥呢？轮回就是一场大梦啊。轮回就是干一场哦，无精神的梦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轮回就是一场梦。修行要从这里面去去入醒梦，梦醒过来了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对哈，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。啊，你自己的手上，你如果也不想去给研究了，不想去研究，我是感觉讲，大家拢是为了顾巴肚、顾三顿、顾囡仔。顾孙啊，安尼，吼，这种的这较侪啦，时间占八成啦，两成有嘞，无嘞，有嘞，无嘞，迄个安尼应付的，迄嘛有啦。所以讲，这世人无法度超脱生死，好母娘无法度甲恁这囡仔囝真正点会醒的吼，嘛是无几口罩啦，吼，无几口罩，真嘞。所以我昨天呐，吼，有讲到这个，皇帝带出去。怕啦，还拄到的吼，拄到这只鹿啊母的这个吼感动的故事，还袂讲完呐吼，还袂讲完。安怎讲？今嘛要来甲讲吼，今嘛鹿啊母去用看到啊，伊落落就哭啦，伊落落伫迄个山哭啦，伊无力好跳起来，伊伫遐跪到迄哭啦底，一直甲遐。要甲写的遐人，一直甲动头，一直甲动头，一直念目屎，一直甲念目屎。拢遐三军呢，拢看有，伊是通啊生囝，无体力，所以伊跳袂起来。因就讲好好好，来做伙，就用物件安尼吼，就把这个鹿仔母，就甲为迄个足深的诶深坑的所在，甲救起来。啊！这哀求啦，吼，这累人呢，吼，啊嘛是看到可怜的吼，可怜这无辜啦，吼，无辜，还佫有两只鹿仔囝呢，嘛无食着奶，嘛是这个老母死，伊嘛是死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就看这个鹿仔母讲，我放你自由哦，啊，我嘛无要甲你拍吼，啊，你也免惊，吼，啊，你了鹿仔囝吼，你藏伫个堆啊，你就家己去找啦，吼，安尼，啊，结果吼。结果这只鹿仔母呢，吼，伊就是吼，伊家讲啊，伊讲你好好啊生活，吼，你好好啊生活，我袂甲恁偷，我袂甲你写啦，吼。啊，伊只鹿仔母头起先人，伊又发出着迄个愿啦，讲我吼，你甲我互我出来，吼，你甲我倒扭起来，吼，吼，啊，我来互遐鹿仔吼，食几嘴啊奶啦，吼，恁要掠我去刣。要抓我去煮，要抓我去煎，拢不要紧啦。吼，只要你让我去见到那两只鹿仔囝，安尼就好了。吼，吼，这就是伊的心所讲出来的。吼，但是伊就袂用讲话啦，这是伊的心，他是有发这样的遗愿的。吼，啊，即马即个甲抓，算讲甲伊帮助伊起来，即个伊就甲伊讲，安尼好啊，我你放你去啊，啊，你家己行。哦，啊！你看要你的鹿仔囝伫对，这鹿仔母听完了后，吼、哦，就赶快跑了，跑到迄个鹿仔囝的所在。啊，鹿仔囝的所在，吼，哇！这鹿仔囝看到这鹿仔母，吼，那有可能佫倒当个介，吼，佫介当个介见面啦，吼，很高兴，吼，咩咩叫安尼，真欢喜，这个。听这个鹿仔母，吼，讲恁较紧，恁较紧，吼，
恁较紧食，较紧食，吼，意思就叫买紧数啦。你较紧食，你去较紧食，吼。在后面吼，一直哀嚎，伊就讲你着紧食，你紧食，你紧食规嘴啊，就好。啊，即嘛互伊食规嘴啊，你啊，迄只落啊无，拧袂掉，同款阁挖出来，阁挖出来啦，吼。啊，叫因讲吼，恁爱倒食吼，唔茫出来，恁卖出来，牺牲我就好啊。绝对唔好阁牺牲恁，唔通牺牲你这两只囝。为什么？这个罗阿婆为什么让伊冷飕飕的了后，伊家己阁拼倒出来？因为后壁还阁有足济军兵伫迄个所在伫咧拍打。吼、哦，这两只罗阿囝，让伊食饱，伊叫讲你怎啊伫倒食？意思就讲不能出去啦，啊、哦，不能出去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拎尽量数，你尽量数，数我爸，数我爸，伊怎啊背掉了后，伊家己就跳出来啊，跳出来外口。啊！因迄个罗阿母岳头甲因讲，一直甲试着他们的语言，然后甲讲：你们千万不要跟着我来哟、哦！吼、哦，你不要跟着，你们这两只爱家己好我大只，你千万不要跟着我来。以免吼，咱母仔囝拢讲去用台死，能够再见到你们一面，我死了心甘情愿。本来是应该死的，无死，阁有当看到恁。所以人讲业障深重是我们啦吼，身为畜类才会被菩萨的惨痛。吼，所以讲我死了后，希望讲恁立定志愿，往后不要再做受生了吼。啊，这个小罗啊，唔听这个。老母讲呢，一直追，一直约，为这土坑爬起来后，伊就直直约。那人看到母鹿又再度回来，又看到后面跟着两只小鹿，心中更是不忍呐、啊。于是把小鹿、小母鹿都放走了。哦、啊，这猎人就将这个代志，哦，甲这个老母啦，吼、哦，甲这两只鹿仔仔。因为老母讲你唔好出来，你唔通出来，我死死我就好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有讲要防，要人一定会甲咱拍嘛，因为我走袂紧啦。啊，所以恁避咧就好，避咧。吼、哦，等下因离开啊，恁才出来。但是老我囝看到老母走，啊，要死大家来死啊，他也通老母你替阮死，所以两只嘛是到尾后直直叫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拄当啊出事个，也无偌大只。直直叫，啊！即卖叫呢吼，遐三军将士搁去看到迄只鹿仔母出来，啊！是安那鹿仔囝赶快搁拼出来，伊就知影意思啊。原来妈妈愿意牺牲自己啦，无可能讲只将军三军将士无拍陆军，有看到陆军无拍到只鹿仔回去，也袂交差哩嘛，伊嘛知啊。但是只三军将士。确实很大方的，甲这个鹿仔母吼，甲赶离开，讲恁赶紧的，母仔囝带来紧走，去秘咧暗暗的所在，才袂去予第二抓吼，搁再要来找拍来的人，甲恁拍掉安尼。就是猎人呢吼，将做事情呢吼，告诉国王，国王也感到鹿的信义过于人类，下令尽杀鹿群呐。因为这只鹿仔母有甲讲啊，我等下互食冷食食，我就要阁出来互恁刣啊，看恁要安怎甲我煮拢无要紧。吼，啊，这人就已经甲这个国王讲啊，国王讲哇，这鹿仔的信义比人还阁较好，下令禁杀鹿群，从此呢吼，这鹿仔呢又有吼呼叛结侣啦，自由自在的在游行于草原上。身为一只鹿，尚且如此信义。而且爱子之心呢、啊，一点都不比人差。佛陀说了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听相，哦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此话真一点不错了哈，真正是无唔对了哈。所以万物，好，只要咱心主，现在就有好的结果。哈，咱欺骗人就会欺骗家己。对人信义就帮助自己。母鹿的故事呢，可作为咱做人上佳好的贵贱。
人是万物之灵，高于畜生，能投胎为人，也就是前世修来，也就是说受持五戒的，可保人生不失，不会堕入恶道。所谓五戒就是什么？第一不杀生，第二不偷盗，第三不邪淫，第四不妄语，第五不饮酒。五戒再扩大就成为十善，十善就是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邪淫，四不恶口，五不两舌，六不妄语，不给予，七不给予，八不贪，九不亲，十不欺，这叫做十善业啦。相反就是成为十恶业。十善业跟十恶业各分为三品啦，按这个品呢，就知影讲，这上下有这个六道轮回，行上品十善，可以升天；中品为人，下品为阿修罗；行上品十恶者，入地狱。中品为恶鬼，下品成畜生啦，吼。所以讲，这个六道来对面啦，吼。啊，咱的众生都是由于人们的心口意业，吼所造的。所以我们，吼要举心动念，吼起心动念，时时刻刻拢应该要谨慎，唔通去触犯这个三业。唔通去做恶，必须爱勤修身呐，吼，勤修身。讲知足的人呐，虽恶地下，犹为安乐；不知足的人，虽处天堂，亦不称义呀。不知足的人，虽富而贫；知足的人呢，吼，虽贫而富啦，吼。这是咱的释迦佛做《依教经》呐，吼，释迦佛的《依教经》，我真的觉得很棒，好听的哈。来，咱今麦来安排这个骊山老母。
来进一下广告啊，哈，慈念毕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，已经好久没有来共修的，哈，不能来没有关系，哈，不能来没有关系，哈，那是要精进还是不精进呢？要修还是不修，都是由自己去决定的，哈，我只是要知道说。要来的有几位啊？我们煮饭啊，就排煮诶。我只要煮只加大鼎啊，没有那么多人吃，啊、又浪费很多。好、哦、啊，要来的要在这边吃饭的，也要通知一下，不然遐煮饭诶煮甲未晓煮啊。好、哦，有时啊煮足济，啊无要来食诶，啊唔知要安那，啊遐唔知要变一堆，这样也是浪费啊哈、哦。所以说有要参加，好、啊、有要参加今天晚上共修的，晚上要在慈念毕生宫吃饭的，啊，用餐的，请给我们通知一下哦，这样哦太危险，煮少了也不够吃，煮多了就倒，不知道要去倒去哪里，这样也不行，好、啊，所以给人供这个哈，啊，如果你们很忙不来修也没关系。这不关我的事啊，哈！反正我是逐礼拜上，吼啊！你要精进的人，你就精进；唔精进的人，各自努力啦，还是你们的事。吼，你买单去选择啊，更加好的老师，更加好的老师，你们都可以去自由选择了，哈！因为，我自己也了解了，哈，了解，哈，是什么样的问题，哈，自己要怎么样去解决啊？有什么事，你们自己去把你们自己。啊，统筹好了，好统筹好，啊，就是恁家己去参详也好，有要修继续修，吼，啊，有要精进的继续精进，啊，恁若足无闲，就为着趁钱，那以后啥物代志拢无我的代志呀，吼，卖讲吼，我做师傅的无甲恁教，吼，来，伫遮呢，甲咱报告一下，吼，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念毕生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，那今日礼拜是一定是有，啊，拜六了，吼。拜六是一定有上，咱讲上课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班师啦吼，还要问师吼，问师班师吼，这拜六礼拜拢有啦吼。那今天也有进堂的，也很忙啦吼。啊，伫遮再一次甲咱感恩啦吼。啊，对着咱慈念毕生功德开设的华严堂，大家也。哦，都有来看呐吼，啊，看了大家都很暗赞呐吼，讲清幽个大景，看起来就像看到的母娘的瑶池世界，很棒呐吼。啊，这嘛是要和咱讲，有时候啦吼，我们去看看哦，咱二楼的梵堂，你就会看着说，看得到仙境，哎，也看得到什么，也看得到哦啊，咱的这个梵堂的吼庄严，哦，看起来哦又很不错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最近呢，哈，最近入梵堂的嘛袂少啦，哈，啊，就是因为即马大家吼时代吼无同款，啊，有诶囡仔拢在公务，啊，要找一个讲要安怎来安身为真正讲诶，啊，较无方便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就随着时代走啦，吼、哦，时代行，吼、哦，安尼时代安怎行拢袂要紧，只要咱甲即个囝，咱诶即个祖先诶，吼、哦，咱。古早人讲的一句话：“心中对愿，咱的祖先这个牌位吼，啊，咱的祖先的这个公妈龛，莫甲放掉就好，吼、哦。咱还佫一地火，这个命还佫甲留咧，那就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伫遮吼，嘛甲咱感恩啦，吼、哦。来，过来就是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。慈念毕生讲咧，要寄送香品啦，香款素茶、贡茶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。啊是吼，金盖丽凤家牙膏何丽美，啊是咱三高宝，吼、哦、有想要食的，吼、哦、身体有想要好较好嘞，吼、哦、能量要较好诶，都可以啦，我们都可以加啦，吼、哦、啊加什么就是加能量啊，吼、哦，人家讲加能量，因为你有加的有好处嘛，吼、哦，好像咱的玉生净，吼、哦、咱师兄呢，吼、哦，甲早囝要带了，伊讲食咱的玉生净特别。特别赞，即个要去就买两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就是物件好，吼、哦，人有迄个信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在中国大陆上班啦，吼、哦，伊就为这边炸到过安尼，
来，咱来听一段圣曲。红尘是一场修行苦恋，谁能逃开八十一难？走过余年的万水千山，才会参透菩提真言。生是一次温馨纠缠，七情六欲诸多亏欠，淡去浮华的喜乐悲欢，终于来到莲花座前。跪拜在菩萨的座燃心香缕缕灯一盏，苦海迷航回头是岸，一生换来几世心安。跪拜在菩萨的座前，听木鱼声声把经下誓愿，即使因果一生来还。讲新生命的意义是从懂得付出开始哈。像那讲付出的意义，就是橙子的分享哦，用这个橙子的分享去取步了哈。已经到我心中的目标哦。分享的意义是拥有生命的喜悦了哈。生命的意义是真心给予的爱护哦。啊，这就是在讲生命意义在付出，在给予，而不是接受，而不是争取。然后，咱即嘛得讲安排好一项工课，朝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。想要拥有哦，更有意义的人生哦，咱就是必须付出道的贡献。然后，道的贡献，人一生要经历许多困难跟坎坷啦，吼，才会当磨练意志啦。使咱人内心呢，搁较强大，吼，感受挫折过后，吼的人生意义啦，吼，真正的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智慧与态度，而不是外在的，吼，为所欲为啦，吼，每分钟自信和优雅，吼的背后，都有一份对梦想的追求跟坚持啦，吼，所以有时阵呢，讲成功也是白之间呢，只在一念之差。真的是在一念之差，哦、所以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无论是多困难呐、啊，咱都爱会记得坚持的好，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能力，就是坚持。坚持也是一种魄力，也是一种能力，哦、所以讲幸福并不是讲吼、哦、啊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，咱的人生、哦、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做个轰轰烈烈的、哦、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。平淡、哦、最主要还是要平安健康啦，才是最大的福气啦。怎麼說，因为咱人这口气若无来就无啊，你管你搁互你外
互你偌济啦，有物件有偌济啦，对你来讲拢无效啦。放下纠结，好运自然就来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心平气和，从容不迫，享受美好生活的每一天啦。吼、哦，人讲母娘慈悲啦。吼、哦，母娘是咱的主子，心中的有愿，吼、哦、就有力量，安排好一切，吼、哦。才能够重新出发了哈，所以我常讲哈，哎，有徒弟真好，哈，有众生的付出也真好，哦，来到这个人世间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啊，安怎学都学未完呐，安怎学都学未完，哈，咱像你讲的讲，啊，人要问财运，吼，要问婚姻啦，要问后生查某囝啦，啊，要问看咱有贵人无啦，风水要怎布局啦，这答案都是在，吼，就是在一个人的命格跟命，吼，地理风水嘛，同款，你四条内底，咱安怎走都走袂去啦。所以咱咧看，有个人讲，为这个子平八字内底就会当算出一个人，吼，什么款的命格。啊嘛，会当安怎？会当对咱这个易经内底、易卦内底去排卦，排卦嘛是排有，吼、哦、嘛是排有啦，唔是排无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时阵呢，吼，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吼，你多懂一点点，吼、哦，我们就多做。所谓啦，不必去比较啦，就是拿别人来为难自己啦。咱做什么代志，唔免用比较的。咱最主要是要创啥？但最主要是说你真正的学会了，哦、你学会了你就做，哦、是我真正这个功夫我学到我学会晓，那我就做，好、哦、我就做。所以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呐、啊哦，都有来到这个世间呐、啊，讲亲情、亲情、朋友啦，吼、哦，亲情是亲情，朋友是朋友，但是血缘关系叫做亲，婚姻关系叫做戚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利益关系叫做平，吼、哦；啊，那心灵相通的叫做友，吼、哦。亲和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亲戚，就是讲姑姑跟舅舅啊，姨妈都有血缘关系的，叫做亲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阿姑、阿哥、阿金，吼、哦。姨丈没有血缘关系的叫做戚，我们是亲戚关系啦，吼、哦，咱就是亲情关系，吼、哦，身份交易和取，吼、哦，一切的这些，吼、哦，有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讲两人对坐心坎相通，无话不谈，相互欣赏；有的人是坐着什么也不说，吼、哦、啊，说出来也不是知心好朋友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咧讲，定有时啊，吼，人讲吼，交杯换盏，吼、哦，血光交错的场面，所以呢，朋友，吼、哦，堆心自护啦，吼、哦，视同莫逆，有时候啦，只有三五人就够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不一定要很多啦，哦，啊，那很多吼，遐拢总是来滴要讲一下，怕你要乌哭了，你跳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吼，定要叫你做一寡迄种吼。了钱开钱的工课啦，迄种朋友嘛无好，尤其是酒肉朋友，对咱来讲都不是好事啦哈。啊，今日个时间吼差不多啊啦吼，那勉强甲恁做一个回向。愿你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有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结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诸合情，功名成，所求事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。一祝大恩正神，因今世非开何面缘？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感恩，无量感恩啦吼。今日有办事，有共修啦吼。啊，要来的欢迎啦吼，新同学也欢迎，从来没来过的我们也更欢迎啦吼。啊，只要咱的同道大德啊，对于这个吼啊，大家修行有兴趣的，拢会当来参与啦吼。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啦吼。再见，拜拜。天地辽阔，敞开心扉，无缺禅机，收获智慧。茶香四溢，自在入味。